我哋屋企住四楼，老豆个摩托车声我就最熟噶啦，扑一扑。哎，老豆，老豆快啦！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在边度啊？你想听我车声？老豆揸电梯噶嘛，边有声噶？仲有我屋企住26楼啊，连天子心知快听我车声啦、啊！老豆准备翻嚟啦，即刻帮部电视机降温先。老豆啊，好似有啲唔舒服啊。感冒啊嘛，唔使惊。老豆冲杯999感冒灵俾你，饮完好好地瞓一觉。爸爸，我有点不舒服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感冒啫。爸爸冲杯999感冒灵给你喝。谢谢爸爸，暖暖的很贴心。好休息下啦，来躺下来，闭上眼休息一下。谢谢爸爸，请睡吧。喂，老板，你看到了，我儿子病到五颜六色啊！喂，不得了，真的，今天啊一定要照顾他了。爸爸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搞定，你懂什么、啊、你？你饮完啦，嗱一声洗埋啲碗落埋啲衫，跟住翻学啊！中午放学带个饭回来啊！爸爸今天不煮，翻学啦，我瞓个回笼觉。